飞东京跟松慈雄贺寿。今年是松慈雄诞生十周年啦，今个月有一连串庆祝活动在东京倾巢而出。首先，山手线同松慈雄 crossover， 即日起至16号期间推出限定主题列车，又在东京各地举行不定期的影相会，巨熊换上山手线车长造型，正式更是要霸头位等我的红袍啦。而期间限定的松慈雄咖啡隐藏元素地库，有公仔排排坐迎宾，详细面挂满熊仔相，开放式厨房，好配合熊仔主张的轻轻松松气氛啊！屋内有屋，设有红茶馆任影，厨师小心翼翼咁打造松慈雄嘅造型美食，必食嘅松慈雄蛋包饭、红人拉菲拉蒂，仲有红面芝士蛋糕，款款卖相都 Q 到爆啊！